高端智能马桶更换翻圈液压阻尼。Intelligence toilet replaces the seat hydraulic damping。注意，拆机前请先断水断电，避免发生意外。第一步，用十字螺丝刀拧开马桶后面的固定螺丝。第二步，轻拍上盖后方，使其卡扣脱落。第三步，将上盖部分与主板连接的插头拔掉后，移开上盖。第四步，将上盖放置好，用螺丝刀拧出液压阻尼上的固定螺丝，并将阻尼拿出。第五步，拿取新的液压阻尼，按角度插回到座圈卡槽中，将固定外壳套回去，并将固定螺丝锁回去。第六步，将整机上盖放置在底座上方，将上盖上的插头插到主控板相应插座上。然后将上盖放置到位。